Oh my god！ 不要转过去跟。晚安，盖被子，帮你盖被子。好，盖被被。会不会怕冷？然后你的屁股要跟身体是一条平线。哦。国家地理频道。哇。对。哇。哇哦，阿斯卡西呢？挑战一周助女生家第二集，睡不着在床上做瑜伽。耶、yeah, ，欢迎收看。嗯 ，Lucky Boys， 孙胜，我跟你讲，今天这个企划终于到你梦寐以求的、嗯。上次还记不记得我们拍一个住七天女生家？看得好幸福哎、欸。对啊，你不是听到说我们干哎，怎么没有找我？他妈这个企划怎么找你跟培哥？那我们今天就来帮你圆梦一下。听他说他说我们要休养啊。那其实我们之所以拍第二集，是因为我们第一集的点击率超高，然后一个月吧已经快200万了、欸。因为这大重本呢。重本呢？一般可能一集一个嘛，这个一集好像四五个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可以约到七个，但是每天要住女生家，太赞了吧！这个七号我觉得这最适合你，因为你是 YouTube 界号称我的喜欢行都神狗不爽，因为以前玩 PS2 嘛，啊，你只要达到1000人斩，他就夸奖你说你才是真的三国无双。哦，对，我们号称 YT 界千人斩，这个七号在你身上再适合不过。而且我相信你的口袋名单，你的妹是比酷炫多个好几倍，对不对？应该随便发一个文，就上百女生跑来敲你，我说，哎、欸，我尊重我家给你。但是我的心是锁起来的。了解了解，我知道你还停留在三阴影里面。Oh my god！ 好啊，不要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始约吧。8 hours later， 现在要去住拐拐家，然后现在因为我迟到了快半小时，所以深深下点不开心。迟到王，好抱歉抱歉，太瞎，我这样子骑去莱尔富等你哎！你们已经住过一次了，有什么那个前车之鉴吗？骑车最忌讳什么？闯红灯嘛，对不对？等一下不能闯红灯。对、哦，你怎么约到的？分享一下吧。我就说我们要拍啊，那你可以吗？他说可以，因为之前在节目上遇到。了解了解、我先停车啊。赶快等一下给睡。我第一次跟你一起住哎、欸。我以前是住你家，那我进你家浴室。洗澡、啊，你洗出片黑海岸，对，黑海岸我都没记得，初次见面。我第一收你讯息的时候，我愣了一下，我想说是在跟我开玩笑吗？那我这种保密方式也太高了，你家好舒服哦。我家还行，我有整理了一下，有看得出来，你今天特别漂亮，是我整理过的。谢谢，对我有整理过，你今天特别打扮。没有，这是我自己品牌的衣服。对，很会穿衣服。他上在节目上就是表演那个很会穿衣服。你知道大文是否跟酷炫聊了那个接葡萄？对对对，吃草莓，吃草莓啊！哇，嘴巴，哎，嘴巴这颗我建议一人一半。那家里还有草莓吗？家里没有草莓，没有草莓，我们自己种就好了。对，种草莓，这个死变态，大家没看到你的那个表情，看他超变态的。确实。合约没有你们谈不成。没错，借50%勾魂呐、啊，巴黎男模都这样演的。那你平常现在都在干嘛？一样都在拍照吗？我这两年弄自己的品牌比较多，就是运动内衣加泳衣，然后像有一些时装，就 stare 自助一下，专门就是做给辣妹穿的。是呀、啊，其实我们今天身份是在想看是不是？我们身份是这个泳衣运动内衣稽查员，时候到了，让大家看看这次这个运动内衣发表会。好，我带我去换一下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Oh my god！ 不要转过去跟。十个人，台湾最强。哎，十个人。来个五连拍。性感五连拍。性感拍一。怎么样？五，兄弟互换，神，中了吗？中啊，中了。Many minutes later， 中，超晕的，超累的。哦，好。对，那现在早点睡吗？那我们三个人挤一张床吗？好，那就来猜拳喽。OK， 剪刀手，不。命中注定我爱你啊，99次我爱他。刚不是这样说的。好啊，那身为好兄弟的我也不妨碍你们了，好吧？我就今天就成全你们两个。So shy， 我大概懂那种感觉，毕竟珍珠还是有点害羞的。该办正事，晚安。啊？哦，那么直接啊？给你躺这个，好赞哦！哇，很酷哎。一人一个，就给你跟。我真的有点累啊，今天太早起了。晚安 ，Good night。晚安，盖被子，帮你盖被子。好，盖被被。会不会怕冷？会，完全要盖被被，好腰啊，家属哎，家属打你，好啊，那个喜欢影片的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哦。哎，孙胜，拍片完了，这个我们试一下还是要正经的，对，我们去睡外面吧，走。没错，我们。谢谢拐拐。床在外面，收工了，收工了。拜拜拜拜，真的是。
出来，老梗。那这个为了女生安全嘛，我们还是要睡地板，让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睡的床。来，哇，乖乖为我们准备，你看一前一后双享受。那我们就直接睡了，晚安。关灯了，关灯晚安。OK， good night， 大家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Tomorrow。哇，大家早安！谢谢乖乖把我叫醒。现在几点啊，乖乖？现在早上十点。大家好会睡哦。你说他睡得很沉哎，他很会睡。他不好叫哎。孙生，孙生，孙生，我靠呀！妈妈，你醒来了！我被吓到了。靠呀！你怎么起床？完全怎样？还是美啊。谢谢，那就等我这句话。对，我就等你这句话，怎么那么久？现在才讲。晨间美人，哇，你的浴衣都那么好看，也是兔子哎。对啊，很可爱。拜拜。拜拜拜拜。拜拜。走喽，下次再来玩哦。我觉得这个计划很不简单，是累的，因为早上就要很早起床，你看昨天搞到四五点。哎，都到我们第二天了。今天换我迟到了，收一收。不会不会不会，走错，走到那国道，好危险，赶快下来。我刚刚有一个汽车，他开高速公路，他开到那机车道。牛逼！啊，我们就等他来吧。Go。你家怎么会这么远呢？那我们久等了。从家里啊，他是那个，哎，我突然忘记名字，太冷，忘记艾艾龙啊，对吧？艾龙。说错的话就是不能进去哦，你再给你一次机会。还是艾，对啦，还是艾瑞，艾龙啊，对，吓死我了。哪边？要听哪边？好，我现在带你去。有你们的拖鞋。鞋拖着你吗？哦，好，谢谢。好赞哦！欢迎欢迎，这你们的水，喝水。哦，谢啊谢啊。这个是你吗？错，长发。怎么不像吗？培哥，你知道怎么样吗？怎么怎么？还有他要做牛排给我们吃。对，我要煎牛排给我们吃。哦，好棒哦！会做菜女生很加分的。真的吗？因为要抓住一个男人的心，就要抓住他的棒。不是小鸟胃吗？小鸟胃，对，得分培根，叮叮叮叮叮叮。对，你们可以先帮我做一件事吗？请说。因为我们家的那个时钟好像慢了，可以帮我调一下。好呀，工具人啊。哎，那我跟你讲，我可以让你踩得上去了。我这个人呢，平常是来做一种脚底按摩的，被别人帮我踩的。以前艾瑞斯帮我做脚帮我踩按摩过，因为感觉好像就是很常被踩。它是 N 属性的事。对，来喽。我是我培根，我是我。我是工具人 YouTuber。工具系啊。对。黏住的，没关系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怎么办？哇，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一大堆要当摄影师了。干什么？终于了解了。哇，你看培根爽的嘞。那好，那我们去金牛排。你们好期待啊！我终于懂为什么他都要当摄影师了。这很像什么那种男友视角啊。而且我知道你们就是要来，我就特地去买牛排。你的衣服好可爱哦。是吗？你看，转过来给大家看。就这有一个熊。有小熊哎。哇，这个好加分哦，什么都加分。谢谢。我好官腔。绽放自我的花火，最独一无二的闪烁。比你再好听多了，对。要比曲艺好听吗？对，是差不多。一二，我靠，甩出来了！我上菜了，艾龙上菜。我上菜了。怎么怎么？踩到什么？我跌倒，我踩到这个，好痛哦！干嘛呀？你刚好录到吗？对。这个好赞，居家牛排。还好还好。哇！哦，珍珠奶茶，闪眼。珍珠奶茶什么啦？我听得懂。到了另外一半超幸福的，那你可能就目前就端出一盘菜了。啊，你喜欢什么样男生？我喜欢会打蟑螂、成熟、幽默，全都中。不要看着我讲这些话。他们就看着我，他们就看着。这什么东西？他的名字叫做疯狂草泥马。我靠！哇，这个好狂哎，这强强哦，多么嗨啊！要吸去国外吸，是不是很可爱？我也要吗？屁股屁股，刚吃完哎，不要吐出来！哇哇哇哇！嗨，哎，今天素颜吗？对啊，我们这个没有美肌哦。你妈呀，你怎么没有什么粉刺啊？真的吗？你是我看过皮肤算很好哎，数一数二的好，不关枪，好玩。哇，对。该睡高高了，有点累今天。这条其实我盖过。睡睡睡，我跟你融合，真的，这个灵爱融合。艾龙的枕头，哎。哇，就是那个一人称男友视角。等一下，就男友视角瘦哦。晚安。晚安，来。晚安，拜拜，干。晚安。晚安。等一下黑暗骑士就来了。
tomorrow。 大家早安啊，现在已经隔天早上10点整了，刚刚9点多孙生因为有通告先离开，还好孙生这个电灯泡终于不见了。昨天孙生一直在艾龙聊天，还有没有机会跟他独处，艾龙他现在应该在睡觉。好，我现在就会叫他起床，我就给他一个 happy morning。 艾龙起床咯，你真的不是有通告工作吗？起床咯，艾龙，他已经上班了。好吧，那就事不宜迟，那我也不方便打扰到别人家，我就自己离开了。好，拜拜。哇，今天是第4天，那因为我昨天跟孙生睡公园，是我们今天都感冒了，超舒服的，好远，很超远，这边在树林哎。那因为昨天我没有约到女生，但今天孙生有约到，那孙生这女生叫什么？糟糕，有点感冒。西娜，西那边，今天交给你了，今天超不舒服。哦，好，那我们就等他来吧。哎，难不这么偏僻的地方吗？我坐车坐了600多，还好啦。他刚跟我说三家火车站，我第一次听过哎。我刚搭火车来的。而且我们今天速拍了，超不舒服。好，我跳个情绪。你很漂亮哎。那出发了，太棒了。出发了。耶、yeah ！欢迎欢迎欢迎。好赞哦，有那木香味。我在老师家还是有味道。好，我们去房间看吧。房间在楼上。我好高啊。刚发现个突发状况，是不是你讲一下？我靠，钥匙放在车上，结果我要拿钥匙，超远的。他的门跟大门超远，然后他的房间又在这几楼。3楼，哇！你每天这样超拼的，你这个超级无敌通勤族。对啊，我真的通勤族，我都没有发钢琴。刚看到你房间有钢琴，可以秀一段吗？对啊，她是很厉害的音乐系女孩哦。哇，第二名哎，2010哎，秀一首我的情意给你看。噔噔噔噔噔噔，来让大家见识一宝刀未老。来，见识一下10年以前你多厉害。有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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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包住这个洞洞，不要这样用那个上唇，这样像吹口哨，吹口哨。对对对对，不是叫你吃。你看嘛，一般吹不出来。用这个上唇的吁吁吁，你要用吁吁的，要说吁。少来了，出来出来出来，少骗呢。没事，老师你先示范一次，我看你的唇型。这样子，这个吁。你刚刚吹那么久，跟智障一样。不是，我不刚那么两个一直喊他吃他，我刚刚就说不能碰，根本不能碰到他啦。哎，有有有，你那是宝。OK， 新的树林的新组合来了，最新国乐来了。音乐响应，终于要睡觉了，哎，对，今天好累。这个床蛮舒服的，欸，很软哎，欸。我第一次跟你一起睡，欸，真的，拜拜。你会不会脚很臭啊？不会不会不会，我有洗脚的。你会不会整个脚弄到我脸上？放心，不会啦。那我们要睡觉喽，希娜。啊，希娜帮我们关灯了。希娜帮我盖被。希娜帮我希娜。啊啊！吸纳你的空气，江西纳，对，江西纳，得得得得，江西纳，得得得得，晚安，好，晚安，好。哇，好酷哦！那么久第一次一起睡，所以你跟姚轩睡会变扭吗？也还好耶。是我跟男生睡会变扭哎。我觉得因为这计划让大家感情变更好。对，没错。真的睡一晚，大家感觉变好。拉近你我的距离。他确定有洗脚吗？有，有洗，有洗。那太棒了。Tomorrow。哇，现在隔天早上10点了，好晚了。那孙生因为他早上有通告，他先离开，所以剩我。哎，那孙生又离开了，那我可以跟希娜好好独处了。我要去找希娜 ，Go。
新娘，你起床了吗？我可以进去吗？你还在？哇，你还在？啊，我穿睡衣耶。啊，可以啊，那秀一下给大家看。我的冬天睡衣。这样可爱，这样穿好看。啊，孙政不在，就是我们两个相处了，太棒了。好，那我们去吃早餐吧。走吧，走吧。耶，那电灯泡不在，嗯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哇，终于到了我们的第五天了，哎，今天约到没？算的哟，这个是混血儿。我跟你说，你又迟到了。没有，第一天我迟到，二三天我早到，刚好打平嘛，对不对？没有，那金牛座的记那么熟。没有，其实是二三天我提早到，他迟到。对，自己提早到，你讲我那个。但放心，我跟你讲，我也约到一个妹了。你也有表现的时刻。对，不错，你已经超越酷炫，酷炫只约到两个，你约到三个，你已经达标了。这肯定的，这个就是真正的重金属 metal。真的。好，那我叫他下来呗。出发、啊，出发、啊，是不是？那他为什么特殊才艺？我觉得他最厉害应该是比较性感，他瑜伽很强。哎，你看会写敲家你的，我觉得他肢体比较柔软一点嘛，就柔软度很高，就可以把手拉到后面，把娃娃衣服脱掉。哦，我已经看到你的才艺了。啊、对。哎、欸。Oh my god！ 百会发的。脆耶，你是怎么发现你有这个技能的？有时候抓背就很痒手，然后抓一个，手就过去了。认真啊，最好啦。好，那我们先进去好了。我先放水。欢迎光临。啊，你买房哦！这是我们这么多天来第一个小套房，但是你看是干净的。你是不是很爱黄色？对啊，看黄色，黄色，他连这个枕头套也黄色的。这样去迪士尼买的。你有收集黄色的笑话吗？那个你比较多。我们有很多黄色的枪啊。什么？黄枪？哔哔哔哔哔哔哔。你混哪里？英国。英国是讲英文吗？没有，有分美国是美式英文跟英式英文。那英式英文跟美式英文到底差在哪里？有些音发的不一样，英式的话就有些音它可能。美式发 A， 英式可能会发 R。I love you, I love you, I love you. It's not like that. 哦，这是雷根糖，这超酷的。比如它都是蓝色，但它可能有一个是汽水口味，然后一个是肥皂水口味，就是它是可以玩游戏。真的呀？这么蟑螂啊？应该是假的。整人哦，你干嘛的？很无聊哎，很真的。要加入我的战队，只有一个要求，就是你可能会要会瑜伽。对，懂了吗？对。为什么你要加奥斯卡、啊？因为我以后会注定会成为得奥斯卡金像奖的人。孙总，面试时间，准备好就开始你的表演。很会很会用表情，很会用使用表情的使用，蛮好的。欢迎加入我的战队。很棒啊，我觉得你很会表情呢。真的吗？你的表情会很会吸引人，去扎眼、wink、放电。培根，你有被电到啊？有，真的。如果要不是满分只有十分的话，我愿意给你到100分。谢谢。我会用那个表情，因为我觉得跳舞的时候表情很重要。你说你歌好听，歌音老木啊，真的靠腰啊！来师傅，我妈给我的唯一礼物哎，妈妈感谢妈妈给我唯一礼物，真的是唯一礼物。好了。啊，所以是你洗完澡了？我要表演瑜伽，但是我睡前一定都会先做瑜伽，然后因为我想要练腹肌，所以就会可以教顺便教大家做几个女生比较常会用到的。一般都是往板撑，两只手撑在上面。哦，这一分钟很久哦。然后你这两手要与胸肩同宽，然后要这样撑着，然后你的屁股要跟身体是一条平线。国家地理频道。然后如果你想要练臀的话，就是你的腿要这样子。后伸。哦呦，后伸啊！因为我想要马甲线，所以我最近都会练这些动作：上面拍、下面拍、下面拍、上面拍。然后练抬臀的话。撑，哇，对，哇，哇，阿斯卡西呢？阿西呢？这就是真的坐久会流汗那种。好哎，啊对，我看，你是大法师吗？真假的？好久没用了，好久没用了。OK。哎，哇 ，Give me five， 机长。
好啦，又到了睡觉的环节啊！刚看完精彩的瑜伽跟舞蹈表演，哇，整个大抽筋了啊！需要睡高高了。好，那晚安。天哪，这个企划其实蛮不简单的，其实没有看起来那么爽的。当时也，哇，你们两个爽爽的，结果没有。那你以为我们去女生家干嘛？对不对？根本没有啊，累得要死。好吧，那谢谢奥斯卡，晚安。Good night， 奥斯卡。好啦，睡觉喽，晚安。Good night。Good night。哇。哦，对哦，明天要录狼人杀，对哦。我要去录爱片花絮，好的。OK， 晚安。晚安，拜。拜。Tomorrow。刘和啊，早安 ，Good morning。啊，我的天啊，超累的，累到爆炸！我天啊，超难睡啊。今天会陪哥比较早走啊，然后这个难睡啊，天啊，我这个脚都在外面。这时候老弟已经可以睡了，起床喽，我要走喽，我不行了，太难睡了，真的。哎，可以跟走了。对啊。好，那我帮你们弄早餐，帮你弄早餐。睡哦。哦。你想要我的爱心早餐？赞哦，很好吃的嘛！敬你们 ，Cheers！ 嗯，这不错吃哦。好像是，还有猪肉块。这不错吃，酸菜猪肉面，赞！感谢爱心早餐。好了，我得撤了，我得走了。走喽，感谢打扰啦 ，Goodbye，Goodbye。Goodbye。耶、yeah, ！我终于约到妹了，很累啊，真的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今天这个女生是我上通告认识的，叫鸡海里，因为好像你也认识，对不对？有印象，对，是她吗？哎、欸，来来来，我们来拯救你啊！拯救我什么啦？是我拯救你们吧？那请问你们今天是来这边做什么？出席住啊。OK， 没问题，我今天可以搞定你们。我想到你是我被孙三傻过鱼网。哦，对，我有、欸。不管，我全部都要。那我们就出发吧。哇，好可爱呀、啊！乖，你喜欢孙孙呢？可是我怕动物。为什么？有什么好怕的？过敏，我对毛会过敏。小面，小面，讲给你吃，好可爱，对不对？它是我在路上捡到的哦，而且我跟你讲，它身上有一个爱心，看到吗？快点，快点，认真看。有走了，有吧有吧，它就是有爱心我才捡回来的。小面来，你刚刚是不是咬孙孙？超可怕的，可以咬人啊！刚刚咬我，他刚刚抱着咬。我超怕这个动物，糟糕，下面有男生。小面放，别再咬，别咬。他是太开心了，喜欢咬咬人。太可怕，我刚被暴咬一口哎！找到一个好玩的东西哎！逗猫棒哎！海丽，小面，你攻击我村庄，来快点！哇哦，海丽，来放！别害怕，别害怕，又咬我，好可怕！好像跑去吃东西了啦，不理你了，小笨猫！你看我好丢脸，好香哦！会做菜女生好加分哦！我跟你说，我平常呢都是自己煮饭吃，而且我跟你说，我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人。如果呢我一餐吃不完，即便只有一口面，我都会把它带回家。哇，认真，认真，放哪里？口袋吗？没有放哪里？不要带啦。像这些都是吃剩下的饭。我跟你讲，这种饭大概放个三五天是 OK 的，因为冰箱里啊。就比如说我去高级餐厅，我就会把那些吃剩下的东西放回去。一点点的松露酱，没有问题，一定带回家。回家哦，更好吃。好女人，这可以取的，取回家就对了。回去给他咬一下。不要啊，回过去啊。我跟你讲，如果你敢咬我腿，我不跟你计较。来，这个脚很臭哎。对。哎，哦。他没咬哎、欸，因为这太臭了，你看他眼睛都眯眯的了。真的，这已经不是臭可以形容了。对，他的脚是生化武器。好香哎、欸，好久没有吃到别人亲手做的食物了。哇，我室友还会摆盘式、欸。摆盘呢？我跟你们说，我这个室友呢，超会整理家里。什么座？巨蟹座啊？不是哦，那他这个星座很棒，他这个星座是我公认超棒的星座。金牛座。哎、欸，你怎么知道？我就是金牛座，我就是你的粉丝嘛，对不对？对，金牛很务实。哎，赶快，好难得，赶快，我帮你们配对。喜欢金牛座的吗？喜欢，那你在这边等我，我去帮你拉来。对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金牛天蝎。哦，倒数三二一，三二一。哇，对，这就是我要真命天女，谢谢。喜欢吗？喜欢，喜欢。打几分？120分，满分超标啊！女人喜欢这个吗？我喜欢高高瘦瘦的男生。那、我找一下，哦，找到了，我找到了。真的不错，吃厉害。我进去，进去了吗？你用那一边。我觉得这抹油，这个这里啊。我去拿润滑油，没事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啊，有了有了！哦，哎，进哦啊啊啊！提不起啊，终于进洞了。哎呀！之前跟我拍狼人杀，居然离开之后手就掉在现场上，是谁？
信物，会物聊多一些。明天我们就一起去办这个证书的部分。吃饭吃饭。差不多要睡了，超累了、啊。因为海丽说你家不能让脚臭人进来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把脚放外面。你伸到阳台吹风透风。今天有猫咪陪你睡哦。不行，上面不能出去，不能出去。哦，我的猫猫。好了，差不多要睡，真的累了。海丽帮我们关灯啊。拜拜。拜拜。培根可以啊，海丽好像很喜欢你，喜欢这种金牛的务实啊。谢谢这个孙龟公今晚帮我撮合。赞啊赞。Tomorrow。啊，起床了，不知不觉睡到11点了。啊，孙生因为通告也先离开了。其实海丽家蛮好睡的，我觉得是目前最好睡的。你也来了。我今天睡觉的时候，只猫在我身上踩来踩去。现在要去上班了，然后晚上准备吃反骨的尾牙。谢谢海丽。其实看久也不会觉得它很讨厌。知道我刚刚早上去尿尿的时候，然后它一直盯着我旁边看，我就怕尿到一半的时候它突然咬上来。不会啦，它是很小人。好、啊，那拜拜。Tomorrow。如何、啊？哎、欸，接到昨天，我跟孙生居然两个都没约到没。行啊，反正我们第三天也住外面。你们是真的睡哪里的、啊？我跟你讲，我们上次的最后一天到那个五十台的附近，然后那边刚好路边有一张床，有在想要不要去停车场睡。对。然后我发现路边有一张床。哈这个没有飞哦、喔，这真的是床。这太靠北了。那我觉得今天应该不可能那么幸运的。然后那个什么分隔岛求生，你那时候拍《信誓旦旦》不是也是住在天桥下吗？对啊，超刚的，好酷啊、喔！这个因为这个气化，我跟你的距离突然变。好近哦！真的，很多。如果下次还是七晚，还要拍吗？这个七晚真的很累，因为它是一个很长的。对，它不是什么一天熬过去没有。长期抗战。对。不然我们下次我们跟女生试试看，比方说可能雷拉去住阿杰家，或是对，住阿店家。对。我知道啊，睡那个捷运站旁边啊，睡在残战坡道，这样也不错。不过睡公车站牌的也不错，好不错哎。而且有遮雨啊，有遮蔽啊。刚好两个刚好两个地方可以睡。我们半夜睡觉起来可以互相敲打对方，起来不错哎。那我睡你旁边了。好啊。Yes， 很酷哎。要那个看妈妈孙啊，那个有没有带？好，那以上是健脸妹喜欢第二段分享、哦、大家想看我们有什么更屌希望呢？欢迎底下留言哦，我们下次见。但不错啊，我们至少超越酷炫的，酷炫只有住4天，我们住到5天，而且我觉得如果女生还搞不好可以7天全部都住到，你相不相信？一阳送上门。对，我觉得希望搞不好最适合女生来做，之后就看林淡啊、雷拉、艾瑞斯去住别人家。进。对。晚安，拜拜。真的睡着？好吧，那我先回去了，你自己慢慢睡哦，拜拜。好吧，自己慢慢躺吧，我要回家，拜拜。为什么？睡啊？没有，开玩笑的啊，对。你要睡了？哦，有，我要睡。你去买个防蚊液而已，等我回来。这很好啊。不不不不不不。